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天厨妙供》。非常感恩能够在节目中跟您一起相聚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一起收看天厨妙供，我是彩君。今天在节目中为我们带来健康舒适好料理的是金莲苏姐，你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宜兰道场二十届的陈金莲啊，各位大家，平安快乐，吉祥如意哦，太棒了！那你今天这是要做什么菜？我拢看不呢。寿司咧，嘿，四五味九孔。的五味九孔，对，五味素九孔就对了，对对。吼，咱这会晓煮菜，跟未晓煮菜都差足多啊。然后你看，看到这些都是佐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只看到这个白白的，有一点像马铃薯，可是好像不是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麦糍。好，国语有做碧琪，碧琪，还有干香菇。对，这会晓煮菜的苏姐，到底要安怎把它变成这个五味的哦？不是五味，是五味的这个素九孔哈。好，我们就来开始啦。好，我们首先就是讲，先把这个碧琪哈，来穿烫，因为穿烫。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是先甲穿烫了好。你已经穿烫好了。对，啊，过来就是甲香菇。香菇。香菇吼，爱泡软，泡软了后，咱爱加素蚝油、黑胡椒，还有高站塔、九层塔，啊，甲腌制一下。腌制一下，咱哦，你光是腌制就要这么多东西哦。对。啊，然后给它挤干，咱即马就用这个地瓜粉，地瓜粉把它沾一点点的粉就好啊。嘿，安尼吼，一丝丝啊，都莫伤过多。哦，嘿，一丝啊安尼。啊，你这是？啊，然后下去炸，炸好了后，它的功能是什么？伊可以较 Q 一点，嘿，伊较 Q 较好吃。好，所以讲伊食起来袂干呢，感觉软软软软安尼。好，可以安尼香 Q 香 Q， 食到咱的咱的香菇吼，有原本都有伊的香味的哩呀。师姐吼，还在保守秘密哦，到底这个香菇在这一道菜里面是扮演什么角色哦？还没讲出来哦。哦，你还没讲出来。因为吼，因为咱所有物件吼，香菇伊就是哦，甲高亢的形体足同款的。嘿，啊！伊高亢顶面伊是受一个白白，所以讲咱的麦糍甲放咧，就是足成的高亢。啊，咱即马就是温好啊，啊，所以咱甲下去炸一下，甲落甲煎一下就好啊。原来它是需要炸，对，伊该炸好伊 Q。哦，好，香菇沾了好多样的这个料，然后下来炸。对，炸了之后，等一下就是我们的素九孔。是。哎呦，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人啊？你现在想着讲，会用这招，
因为吼安尼食起来的口感较好，所以很像九口，对，很像。好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试试看，然后如法炮制吼。好，我们的好，谢谢。好，啊，咱都好啊，吼，好就该夹起来。所以吼，哦，这个炸好的香菇香喷喷的，对，伊的香味较会走出来。好，啊，咱即马都好啊，吼，啊好，然后咱就甲摆盘，摆在，哦，这样就可以摆盘。对，因为安尼吼，好的是摆盘了后，咱。所以我们的油还会再用到吗？对，还会再用到。蛋呢？哦，是嘛？就是安尼吼，安尼是一个成品，伊就是甲所有的素九口。对，安尼有就是有成功高亢，咱去餐厅食就是安尼。九口也是这样子而已。对，对。啊，然后咱来甲摆盘。嘿，哇！超有创意的啦，吼，嘿，哦，是，安尼是毋是做成高亢诶？嗯，啊，然后咱来摆盘啊，所以讲把迄五味料好淋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你的五味是哪五味？五味就是讲咱这里内底，这里面一共有什么东西？内底有素蚝油。哦，高站塔、九层塔，还有香菜，还有姜，还有香油。我们香油啊，姜，哎，姜，有姜。啊，我们香油一点点。嗯。哦。啊，要喜欢吃辣的，啊，伊就会当加咸的。哦。嘿。像如果有像我们宜兰道场有师兄很厉害的这个辣油，伊就做咸，足好食。嘿，我知道，体验过。超香，然后又超辣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咱即马就甲酱吼淋起哩，咱来摆盘了后，好，我们来摆盘，对不对 ？OK， 师姐的这个摆盘的功夫，你实在足厉害的呢，吼。没有啦，我就是讲只爱起来摆盘，你知无吼？啊，你搁改咧整个真水，这是虾米花啦？诶，咱这朵花吼就是甜菜根。啊，好厉害呀！甜菜根，对，哦，可是你的甜菜根是要怎样让它站起来，会这样子？我看到你的下面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对，你是用什么？用那个底座，当底座是大黄瓜，咱边啊这里嘛是大黄瓜，哦，大黄瓜，咱就改像咱的叶子安尼，改切切啊，改摆起哩安尼。啊，所以，是这就我看一个啊，是安怎你有这么好的这个创意呢？我以为说这个是现成的那个植物，我们油插花用的那个叶子叶片被你修这样子，原来这个是大黄瓜。嘿，对，啊，改切到像咱的叶子安尼，吓死我了。哈，安尼咱就吼，今仔日就是完成咱这个素五味素九孔。然后你旁边这个，嘿，巴西里漂亮，巴西里就可以当这个摆盘。对对，哇，所以金莲师姐的这么棒的这个五味素九孔，嗯，九孔。真贵呢，结果我们你看这么棒，就可以呈现在观众的面前，五味素九孔，哇，实在太厉害了。没有啦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也眼睛一亮。因为这是讲咱所的物件，就是讲用上简单的食材来做一个装饰啊。啊，就感觉讲安尼，甲物件
用起来，让你看起来吼，会想讲想要吃。对啦，就是这一招太厉害了。好，谢谢。是。今天节目中师姐带了两样菜来分享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菜。好，我们期待第二道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节目中金莲酥鸡，你要为大家做的是什么？宜兰的名产。宜兰名产，宜兰名产这么多。就是最主要的是糟饼。糟饼。好，到底什么是糟饼？我看到的糟饼可是，跟芋头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古早是无放芋头，啊，今麦就是讲放一个芋头，咱的伊虽然是拢是淀粉，啊，就是讲伊吼食起来口感较好，哦，嘛较香，香味较好。啊，咱就是讲。宜蘭就是出產吼金桔，所以咱的金桔，嘿，咱的金桔裡底有這個金桔餅，啊，甲咱的冬瓜條，吼，啊，還有卵，还有面粉、芝麻、糖、蛋。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金桔啊，不是新鲜的，不是，是要把它做成饼以后的金桔啊，因为做饼了，金桔餅。做饼了后，伊的气味较好，味道好。那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香菇晒干的香菇跟新鲜香菇，其实它的香气是完全不同的。对，哦，我乱猜也被我猜到了。好，那么到底这个宜兰的这个名产糟饼、糟饼，对。要怎么做？好来，啊，咱就是事先，咱先把蛋敲好，蛋，好，哦，啊，过来，这里有三个够，因为咱即马就是今日要做的量，就是这下就会使啊，普通是我们要对，所以讲一斤米粉，一斤米粉一定要十粒蛋，十个蛋，因为无加水。哦，糟饼就是没有水分，嘿，没有水分，啊，所以它是全部用蛋，嘿，跟面粉，啊，咱今嘛都要来切这个冬瓜甲金桔，冬瓜甲金桔是要把它切，对，那个切安尼，嘿，啊，你的蛋需要先打开吗？不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嘿，全部一起搅拌就好，哦，嘿，安尼。啊，咱因为咱金桔就是咱这金桔伊较硬，好，啊咱哦，蛮硬的吼，嘿，对，哎呦，有嚼劲呢，嘿，伊的香味较好，都爱较来嘞，对，不过要小心就对的啦，哈，安尼，嘿，啊，咱的芋头过来就是芋头，芋头，嘿，芋头。新鲜的芋头，对，新鲜的芋头，哎，新鲜的芋头，哦，是要把它切丁吗？对，啊，切丁是，嘿，好厉害，所以你是常做这味吗？这宜兰人吼，普通大家拢会要做，家家户户都会做啊。哎呦，这就是宜兰的名产，就是安尼来。哎呦，先从家庭开始就对了。啊，咱就弄所有的材料，弄把它加下去。都把它加进来。哦，哇！因为芋仔就是加较好，加较侪较好食。所以最主要是要那个芋头的那个口感跟香气哈。哇，
所以芋头既能够入菜，又能够当对这个啊，所以讲啊，咱即马好了后，咱都爱把咱的面粉。面粉这个是中筋、低筋还是？中筋。中筋哦。嘿，安尼加加落去，啊，过来加一点点的糖。哦，一点糖。加一点点的芝麻，哦，芝麻是加在里面，对，哦，啊，咱就甲搅拌，伊就是靠伊的蛋，唔免加水，嗯，所以伊食起来会啪啪，就是安尼。只有三个蛋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融合，对。哦，哇，所以这个也是很不简单的哦。诶，嗯，你们好像可以用这个包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哇，因为安尼伊就融合啊，嗯，融合了后，咱甲成型啊，落去吹安尼就好啊。成型下去蒸，对，不是炸，不是，哦，蒸好才可以炸，哦，蒸好还要再炸，嘿，是哦，安尼咱就成型了，对吧？嘿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到这个地步，已经把它泡三个蛋搅拌到这种程度，对，对，嗯，好，我已经闻到这个。这个味道哈，金桔饼的那种香味，很特殊的那个香味呢。啊，咱即马好了后，啊，咱就会当加咱的哦，爱一张薄薄的一片。这个是豆皮嘛？对对，哇，豆皮要买这种豆皮就对了，一定爱这种豆皮。豆皮不能倒包的那种豆皮摊开来做，哎，没事，因为伊是迄落打梅，啊，这是打，这个是干的，对，哦，安尼了后，然后蒸多久？要蒸40分钟，40分，嘿，对，安尼，啊，咱就摊去鼎底吹啊。就下锅去，电锅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电锅的时，你就拿不哎，用较细者。哦，好。啊，那我们蒸锅也 OK 啦。对，好。好，我们来去蒸。蒸。好，我们现在盘子里面看到这个，就是我们已经蒸好。蒸好的。蒸好，啊边啊较无济，你家收收咧。对对对。啥都爱安尼。这样搞工都要收收咧。因为安尼吼，看相比较好。哦，好，嘿，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我们把它切以后，我们摆盘。切以后。啊，是你要落去炸一下也可以。切好再炸。炸，对。哦。就是炸安尼。啊，你哦，因为内底什麼，你只要是你爱食蔓越莓，吼，啊是。枸杞，啊是迄个葡萄干都可以放，对，随便你，只要你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对，在这里用就是最恰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切，嘿，你就改切，不限什么形状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哦，所以切透你就会使下去炸，哦。安尼，啊，咱它切透了后，它来摆盘。嗯，安尼，啊，你也不要炸的，不要炸也可以。安尼买在家。哦，是哦。安尼买最好吃的。我可以多吃一个。可以。安尼买在用烤箱来烘子的。烤箱烤一下也 OK。对。那我们来炸一下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看口味怎么样？好。好好吃哦。嘿，对。嗯。即个金桔就是讲咱宜兰哦，伊伫做金桔先啦，拢原本咱遮种诶，伊毋是收咱埔诶，咱遮诶就是伊水分较有。
水分较有，就是伊个皮甲内底无共。哦。食起来，你来南部的吼，伊会较咸。嗯。咱遮会较无咸。嗯。是安尼。真的好好吃呢。佮要一种的，就是讲，伊食感冒的迄确实是无共款。反正这金吉拉伊写的，大家很喜欢，有他一定的道理。对，伊就是专门治嗽。好有自信的表情哦。所以炸的程度就是这种油温。嘿，安尼对，安尼差不多会使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嘿，对。安尼就会使。哎呦，咱就用关火啊，你吼。嘿嘿，啊，你因为是安那，你才爱提起来才会使关火，无伊伊会食倒转去。哦。是炸东西吼，你若是先把火关起来，伊的温度随控随降落来，啊，伊就会食到油。是哦，这个是撇步，哇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用了，所以就可以全部关火了。对。哦，好，嗯，那，捞起来还要再把油分、稍微沥干一下，哦、因为咱家较无就所以讲、嗯，啊，因为安尼吼，食起来伊就足好食，伊、哦、香味都无同。对，好香哦。一好，那我们这个糟饼，糟饼，哼。我们师姐的摆盘实在是一流的啦，哈，没有啦，千变万化啊，呢，念咪这行，念咪那行，哈，它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变很多。哎，这是大黄瓜，大黄瓜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大黄瓜还可以变很多的造型，对不对？真多，真多啦。有花，有花，有玫瑰花，玫瑰花，哎，什么拢会用的，哎，拢会使。看一下这个人的面，非常谢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宜兰的名产糟饼，嗯，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哇，这么棒的这个点心哦！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师姐来到节目中啊，做这么棒的料理，可是。却可以美美的上阵，无足复杂，但是阿龙安尼就吸引人家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谢谢各位的辛苦。我们一起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谢谢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如意，再会。